家己爱保重。
妈，因为你在哪里？我跟姑娘要去买菜啊，就要问妈讲哦，看有需要买啥无？已经来了，妈，你去菜市边的巷仔来，你在内底分去啦。哦，阿叔讲妈在菜市边的巷仔分去，咱紧过去。这是好心的看台，我上上上级，替我跟你个喊妈回去，到底是些创啥？我真对不起妈，我真对不起。妈，医生讲你不要紧，啊，唔该带伊休养。顺便替你吊大重的，啊，煮一挂营养的，啊，若无，今日身体伤虚。我不是身体虚，我是心痛。我今麦想烦恼都是有点，伊今麦唔知安怎。我今日看到伊穿一件夹，夹内裤，伫个巷仔底哭掉的。看得就不真心的，你起码唔知好无？妈，阿哥伊做这么多违法的代志，你莫阁为伊烦恼啊！你家己身体哦较要紧啊！唔管伊安怎歹，伊嘛是我的心头啊！我只是唔敢要看伊变阿这样凄惨着。阿叔，阿叔嘛，爸，妈不要紧啦，你莫紧张。初步检查是无问题，啊，不过医生爱妈断伊几工啊，调养身体啦。明珠啊，我都甲你苦劝过啊，你若当作无生意好死就好啊。你哪样安尼讲啊？那阮阿妈某吼，我都了解伊的心情啦。这个死啊，真正讲死死的吼，阿爸就无看到好了了啦。爱家也搁活的吼，搁较安怎讲，就是家己生的啦，免讲伊嘛艰苦。明珠啊，啊咱家讲嘛是已经家讲了，我甲讲甲足清楚，伊若唔自首，后果伊家己去负责啦。啊，话去讲倒转来，即嘛咱所有的人的电话拢叫人监听。阿婆再头该救我了，我腿一定真烦啊！你敢需要安尼一直跟他念心？哎呦，啊念你遐后生有多好尔啦！妈，别去讲啊啦，咱先来买一挂明珠妈来带伊用的物件，爸放心来啊。七哥，什么代志？好了，我知了，阿婆随过。爸妈，阿七哥哦，伊讲要带阿囡啊去看安乐乐，阿婆来大门等伊啊。安尼我跟你啦，阿婆都叫你妈结婚的啦。有条是妈唔知好无？妈，别想了啦。我今日对你是对，还有感情啦。啊，不过你为倒呀，已经做最好啦。我拜托
你好不？别对人家油头甲面啦，啊，你对囡仔唔好啦。你妈安尼一日到晚搞我念，我就袂安尼油头甲面啦。啊你妈，我唔是咧烦恼幼弟，我是咧唔甘明珠妈妈。我家在明珠妈妈平安无代志，啊那无幼弟的作业就更加重了。伊的作业已经足重的啊啦，无差一条啦。伊老爹这世界上哦，诶，已经是祸害啊啦。伊上好是哦，较早受到报应，早死早超生啦。啊，那无，唔知啥物人为着伊哦受到伤害啦。是啥物受伤？幼弟，你来啥来遮啦？我妈在倒位，我袂放心，带我去看我妈。明珠啊，有人来挂你。是一座桥，感动永远。你搁来创啥？你甲妈害甲断，你搁敢来？我要报警。幼慧，伊是你亲哥哥呢。就算伊是我的亲哥哥，伊嘛为家己做唔对的代志负责任。妈妈知伊做了伤过离谱，难怪伊是我后生。妈，啊，你人不安怎？我人不安怎，心疼娘娘。我知影唔对，我真正知影唔对。我嘛知影，已经伤晚了，一切拢无法做弥补。你总算知影好悔改呀！你敢不知影？妈妈等一天，等了偌久嘞？妈等了足艰苦。所受的委屈和痛苦，拢是我应该爱受的。